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599集，进入我们500多集的最后一集了。那我们今天也来分享沙星小队的最后一个成员犀牛，或者是叫做独角兽哦，紫色系的机器人。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会以载具的形态跟各位做一个开场，然后和会的话就是一样的一个画风，以及从后方看得出来，机器人钻地机还有大合体情况下，它是担任一条腿的角色。那配件的话呢，它则是多了一个这个应该是有逼近有40公分的一个大长双头枪吧。这个长度大概就是如果发育正常的男性的话，应该都会有这么长的小腿。那它也是一样可以做一个拆解的，本身除了一个双头长枪之外，它本身也是一个三节棍式的一个武器哦，非常的有趣，还挺不赖的。然后这个收纳也是很简单，就是就那有个孔嘛，然后就是这样把这个锁链收进去，然后这样就是这么样的把它给收进去，然后扣起来就变成一把大长枪。当然你也可以用三节棍的方式。那尖锐度的话，有了这个直接戳下去，当然会造成致命伤，但是割伤的情况还好不会，但是这样戳人是很危险的。小朋友在把玩的时候，当然15岁以上限定吧哦。那配件的话呢，大合体的时候再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那么它的一个胸甲战士的话呢，是一头这个叫做犀牛吧，我就也叫独角兽，我就觉得比较像恐龙因为它怎么说呢，它这个头上那个角的话，不是只有一个，是有前就有两个角。所以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恐龙的一个感觉。其实它这个怪兽的话还是挺漂亮，我真的觉得还是挺凶猛的，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架势。那当然也是可以变形成一个胸甲和那个一个武器哦，这个就非常的简单，我们直接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哦，基本上就是不需要特别去挤，你也可以把它轻松的把它给变形完成。OK，这样它就会变形成一个胸甲的一个样子。那如果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就会变形成一个握柄的一个武器。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安插在这个电钻机的一个上方。OK，那配色来讲的话，基本上还算协调，不过还是比较奇怪，因为毕竟一个钻地机哦，我一直认为，其实我要先讲一下，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这种电钻机的存在吗？我真的觉得很好奇。你说有个可以把钻一个洞，我相信；但是你说要自己能够钻个洞，然后还能够在土里头，因为我一直觉得你这样子往下面挖下去的话，你应该是一去不复返吧？你怎么可能还能够在土里头再铲上来呢？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应该是没有这种东西了。这一次的犀牛呢，它是之前跟各位分享过的这个野牛呢，两者算是同模，但是因为它本身配色的一个差异性有很强烈的对比，加上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炮塔，还有这个电钻，基本上会吸引大部分的我们的一个目光，所以你不太会不容易啦，就一眼就看出说它们两个是同模，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才来做一个相对的一个辨识之后，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包括后面它这两片多了一个可以旋转的一个部件，这个地方则是没有的。那基本上两者的一个变形会是完全一样。那玩法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野牛这个坦克比较有趣，因为毕竟它炮塔可以转，炮这个两门都可以动，所以我觉得它的一个把玩乐趣性比较高。但是就一个颜色配色的一个感觉来讲的话，其实这一次的犀牛可以说是真的做得很漂亮，而且科幻感很重。科幻感很重，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因为我真的很怀疑，地球上真的有这样子可以钻地的这种机器吗？我真的非常的怀疑。那前面这个电钻是可以转的，但是非常的紧，不容易转，只有前面这一段是不行的。然后它的一个背后的话有这个简单的两个火炮的一个设置。那底盘的话呢是这样子，一样是没有轮子可以滚动，所以它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可动，没有一个滚动性的。然后这个很漂亮的一个透明件，这个驾驶盖的话呢，它打开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哦，开了之后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比较合理的一个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驾驶舱，但是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刻画。而其实呢，正常来讲的话呢，其实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呢，我开它的驾驶舱的话，我是从这个地方开，结果一开的话是整个这个部件就整个拿起来之后里头就是这样子，一样是没有类似驾驶舱的一个刻画。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奇怪啊，有点像是博派的一个标志的一个空间，太诡异了。 OK， 就这样把它放上去。这个红色的透明件算是对它这个机体的话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点哦，就整个一个驾驶舱就呈现在这边。那其他的话就为了钻土，如果说真的有钻土机的话啦，就我刚刚提凶的，但是放在上面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你就是钻土的时候就整个要保持一个流线型的一个样子，才能够方便你在土里头做一个前进吧。那这个履带的话一样是有一个刻画在后方以及后部，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犀牛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先把这个地方呢给挑开，身体的中间这一半把它上下两边呢给分开来，分开之后的话，我们先来处理一个背包的一个部分，先把两只手的话打成这样，然后呢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呢旋转180度，旋转过来之后这里可以打开，然后呢把这个整个大砖头的话呢往后面放进来，然后这个大砖头的话就是先放成这样就行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头这个地方呢扣到前方，但是你会发现呢扣不进去，为什么？灰色这个部件呢基本上会挡住我们的一个结合位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灰色部件呢给移开。那移开的方式呢，我们要先把后面的这个紫色这个部件，后面紫色部件跟前方的身体这个紫色部件这边做一个分开，简单的一个这样拉开之后呢，把这两侧的身体两侧给拉开来，拉开之后呢是旋转这一块灰色的部件，往左或往右转都可以，你只需要把这个插口呢，原本的这个结合的位点这个插口呢转到左或右就行了，然后呢再把身体的这个部件呢往中间靠拢。那往中间靠拢之后呢，原本扣后面的这个洞的话呢就是要稍微做一个转换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要扣进去另外一个结合位点。这个镜头的话可能很难跟各位做一个展示，就是把这个胸口的话往两侧拉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头的话呢就可以从后方到前方来跟这个结合位点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呢头部呢跟后面的一个背包处理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部分，把这里一样哦，这一处跟这一处两处呢都有两个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点，把它给松开，简单的一个松开就好，然后呢把这个手的一个下臂这个部分呢往里面旋转进去，再把这个地方给挑开，拳头的话呢就可以翻出来，这样子一侧的手臂呢就算完成了。变形来讲的话，还是照这个流程来变的话基本上都还是挺简单的，这个地方打开旋转开来，再把这个小臂的话呢给转到内侧，再从这个地方打开，拳头的话呢就可以把它给抠出来了。难得啊，这个犀牛的这个拳头从小臂里头伸出来的这个变形来讲的话，居然让我觉得还算比较轻松啊，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啊。这个通常的话呢，我在变这个部分的话都会非常的痛苦，两脚呢再做一个分开。接下来我们进行腿部的变形，腿部变形的话呢会比较需要小心一点，因为它的一个结合位点，如果之前犀牛那一集各位有看的话，你就知道我说的地方是哪里了，比较危险一点。这个地方把它打开，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把这个大腿呢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挪出来，大腿的部分把它挪出来，这边挪出一个空间，先不要扣，我建议是先不要扣紧，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部分也给打开来，这样都打开。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一块铁灰色的部件呢，这里有一块部件卡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凸呢移到内侧卡到里头去。那具体的做法的话是建议整个弄出来啊，比较好施力啊，然后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转进来，转进来之后的话呢，这里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紫色部件呢，这边是有凸的，这边有个凸，对应边也有个凸，两边都有凸，要扣进这个铁灰色部件呢里面是有个洞的。那我会建议呢先不要太早扣进去，因为一旦太早扣进去的话呢，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受力呢会很大，白痕甚至断裂的几率呢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会建议的话先不要把它，这边我留个空隙不要插进去，先把这个腿的部分呢再把它给收回到原本这个人形的一个小腿里头去，那就轻松的呢
可以把它给转进去，转进来之后呢，再把这个地方呢推上去，跟它做一个结合，这就然后这个地方呢再把它给压平一点。这也是我说为什么这块部件我们先不要盖起来的原因哦。这个时候呢，你再来做一个结合盖起来，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对玩具的损伤呢做一个最小的一个变形。再把这个后面这个腿后面这个部件呢旋转180度、啊，这边转下来，旋转180度之后，这个后面这块部件的话，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转成这个样子。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条腿的话呢，就算变形完成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先把它，哎，好像不能先转了，哎，不行，转不了，没关系，这也不是很重要。接下来我们变形另外这一侧、哦、一样的，先把这一块部件给挑开，把大腿的话呢从里头给放出来，再来挑开后面这个位置，这里把它挑开，然后要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部件推到里头来，那一样哦，这个尽可能的呢不要去伤害到这边这个小小这个凸哦，基本上呢几乎都很难避免去不伤到了，我觉得几乎都会用到。然后呢按住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按住这里等一下调下来一个关节会比较方便，我们再把这个原本大合体下的一个脚掌呢，这样可能会比较方便，我们再次的把它给收进去哦。那这个脚这个地方呢一样，我会避免先把它给整个完全扣进去，这样子往里头推到底，这样子把它推进来之后，把这里压平，后面最后这个结合位点呢再把它给压平，再把这个盖子呢给盖上去， OK 了，很大声但是其实没有问题的， OK 了。再把这个部件呢做一个180度的旋转。我们这次的犀牛呢跟之前分享过的野牛两个人放在一起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主要是配色的一个差异非常之巨大，加上它一个头雕的一个感觉，面部的一个神情，背包的处理也是截然不同。其实如果从后面来看的话会觉得他们两个更不像，还是相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性，而且它这个背部来讲的话呢，原本呢我这个看它上面这么大一个空洞非常的奇怪，可是呢你如果避开从上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的背包的一个处理还算 OK 哦。而且刚刚人形变形的时候我忘了提到，这边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凸起的一个造型，跟这里面的两侧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类似一个凹槽的，两侧呢上跟下上下两处都有凹槽，配合上跟下也都有一个凸，基本上扣起来之后呢完全是不会掉的，所以这个背包还算固定的非常的不错。然后头雕是它很大的一个卖点哦，蓝色的脸感觉很忧郁对不对，然后神情来讲还真的是很忧郁，一个非常冷峻型的一个美男子，而且头上这个形状真的有犀牛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这个头的话呢，我手上这个的话，我觉得它这个头部造型稍微有一点偏松，其他人的朋友不会怎么样我是不清楚啊。然后转到这个胸口呢是这个样子，也胸甲战士给各位插上去给各位看一下，武器也就不需要什么特别展示，因为武器的话我觉得基本上都太过于短小，它的胸甲战士装上去的话我觉得也是还不如不装啊，因为这样看起来还是稍微厚了一点，而且我觉得它的一个兽形真的做得不错，所以在兽形、枪形跟胸甲战士三个形状里头呢来做一个取舍的话呢，我会觉得呢还是变形成这个犀牛可能是最好的。那胸部的一个造型中这样空的基本上也还 OK， 白色这样中间做一个区隔，两侧延伸开来紫色的盔甲，然后这个地方手部又变成白色。其实这个配色来讲的话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在这一次的一个六个小队里头，它的一个颜色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让我看起来印象最深刻，而且我可能如果单纯要讲一个配色跟一个头雕的一个帅气度的话，这个犀牛应该会得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分数。而且因为本身是紫色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把它跟野牛两个人放在一起呢，因为紫色是比较暗色系，它这个人形的话有一个稍微缩小的一个感觉，会变成它的一个上臂的一个粗壮度会因为白色有一点扩张，变成它的一个比人形的比例来讲的话会感觉会变得比较匀称一点，是偏壮一点，但是又没有那么样像野牛一样这么样的一个膨胀。所以就整个配色的成功度来说，还是六个成员里头我觉得最好的。那载具的形态也是不过不失，变形的话呢，如果你这个脚部的一个变形拿捏得稳的话，其实是一款非常好玩的玩具。那基本的可动头还是
360度旋转没有问题，腰也可以做一个转动，但是腰转动的时候呢，后面这个背包影响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大，这个地方非常延伸下来，然后手臂的一个平举也没有问题，360度旋转 OK， 二头肌一样可以转动。它的关节紧实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比之前拿到的野牛呢稍微偏松一点点，但还是在一个非常适合把玩的一个阶段了、哦。往前往后踢那个，然后膝盖最大也是最大极限也是只有90度了，然后里头这个人形的一个小腿里头呢包覆着是大合体情况下的一个极限的一个大脚掌在里头，这个设计的话呢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那比起这个飞机的那三位成员的话啊，不对，两位啊，左手右手两位成员呢，虽然他们的一个人形的一个体型呢修饰的非常的漂亮，但是他是因为把这个人形的时候合体的时候这个大手掌呢是直接用拔叉变形的，不像这个呢是完全做到一个一体收纳，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感觉。好的，那么呢我们终于把傻星成员的六位小队成员都给分享完了，从机器人变形到载具形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大合体这个姿态呢会在过几集之后呢就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谢谢 TFC 呢这一次一次的把整套的成员呢通通提供给我们节目做一个分享。那整体来说的话，单体成员每一个的表现都还是相当不赖的，变形来讲的话约莫是现在官方的 V 级或 L 级的一个变形难度，那这样子的一个难度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适中的，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太复杂变形的人，它的一个变形基本上还蛮直觉的，在经过几次的观察之后，部件与人形的部件与载具情况下部件的转换你大概看个几眼你也能够自己摸索拼凑的出来，那关节的一个紧实度都还不错。那零件的话呢除了这个两个腿部成员野牛跟犀牛呢这个腿部有个卡扣比较容易有白痕之外，其他的几位成员在变形在这么多次的把玩之下呢，如果你不是很暴力把玩的话都可以很安全的做一个人形还有载具形态的一个转换了，是经得起把玩的一支小队成员吧。那么就599集吧，就进到这边。那600集大家也不要太期待了，不会有什么很新的花样，真的很有限的、啊、非常有限。除非我有一个很漫长的假期才可以让我准备一个比较特别的白集纪念，不然的话大概也是很稀松平常就这样子就过去了。 OK 吧，那就谢谢各位呢这长时间以来的支持，我们会继续的为各位做变形金刚玩具的开箱分享。那今天就进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